陈文耀，只要我的爹，我都该再三。我好生为爹，都没孝顺。我是想要问讲，就是我昂婿想要甲伊的私生子找倒来台湾，伊若倒来另作归宗，对我甲家风会有无好的影响？我想即摆大家拢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适应，我头先出现的这变化。哇，注定是一定有才的。你一头早无去啊，电话无接，恁爸真烦恼你。咱两个人为朋友变作是黑模样的几率，应该会当登上刑事世界纪录啊！你敢有想过要继续进修？假使你愿意放弃，条件在你开，我想办法挽救你。我是想要跟阿公来望下，或者阿公哦，从今以后咱老家，可能会愈来愈兴旺。我想你应该有一个唯一的条件，就是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不准倒来台湾，对不？老夫人，陈文耀。只要我的，我都该再三。我好生为爹，都没孝顺。